所以我伫读个大学四五年的时，一方面我除了开始组织这个山地服务团，啊，开始去做这个原住民的这个服务，关心这个台湾社会弱势以外，我开始办学校的刊物，这个学生刊物内底，像讲高一青年，啊，佫有一本杂志叫《男性》，哦，这是阮高一的学生最重要的两个刊物呢。啊，我咧负责这个刊物的时，我就开始对校园的民主就开始有批判，啊，开始检讨台湾的这个私立化的教育，甚至开始反省这个高一的历史内底董事会，哈，安怎无尽到伊的责任，还是讲我就开始对这个台湾的医疗的这个人物，我就开始。所谓迄个时代都也无反对党，所以迄个时代叫党外的人士。我咧邀请这个党外的人士要来高一演讲，还是讲邀请这个乡土作家要来高一演讲吼。啊，咱知影迄个时代就是校园内底拢教官去控制这个学生，所以你要办活动都要经过教官准，啊，伊若唔准，我嘛照办。啊，我都住学校边啊，旧所在无用学校的场地去办。啊，我办刊物，以前拢规定讲，你学生写的文章都要送信，要送去予教官审查。我都无爱，我讲这都言论自由，是安怎都要予教官审查。哦，所以我就不送审。啊，因为稿件不送审，当然教官无欢喜，啊，就想办法要给我记过，要给我退学。哦，啊，这就是啊，伫学生时代啊所引起的一寡含校园的这个教官的冲突啦，吼。啊，当然虽然讲有受到一寡这个打压，还是讲这个阻力，不过呢，并无影响我以后要阁继续行这条路的一个决心啦。高一毕业进前啦，吼，当然就阁面对人生一个较重要的这个选择，就是讲啊，毕竟是要做对一科医生啦。哦，因为咱这个医学的教育其实是一个专科的教育啦，全科哦，全科就是讲，你读医科的时，你对一科拢爱学啦。哦，不管内科、外科、妇产科、小儿科，哦，泌尿科啊，或皮肤科，其实是拢总爱去学习，而且啊，实习的时嘛，每一科拢爱去的啦，吼。啊，毋过我到尾啊，先咯毕业了，我会选择精神科，选择精神科，所以我想嘛是一个爱交代的代志，因为阮迄个时代精神科是足冷门的啦。讲起来就是讲，真少人要去选择精神科，吼，哦。一方面可能咱的台湾的社会对这个精神方面的病，不只啊有顾虑啦，还是讲忌讳，吼，哦，就是讲真排斥，真不爱看精神科医生，啊，所以真侪精神病人事实上并无受到应该有的照顾还是治疗。啊，过迄个时代呢，台湾也无健保，所以真侪精神方面的病也无保险。做家属的要负担这个医药费用也真困难，所以足侪精神病人其实拢是互家属来放弃。啊，讲政府也无照顾，啊，家属也放弃，啊，过社会对这个方面了解无够，所以无重视。所以迄个时阵，医学院的毕业生要做精神科，是足少的。啊，我家己想要做精神科，其实阮爸爸迄阵嘛感觉，啊，若无去做妇产科，也是去做外科，吼，迄种足热门的嘛，吼。啊，想要做这种冷门的精神科啦，吼。啊，我想可能两个足重要的理由，一个是讲，因为我学生时代我就参与这个原住民的这个医疗山地的服务，我以前都有体会到讲吼，就是咱对这个弱势，所谓讲服务啦、奉献照顾来讲，其实就是讲，伫社会上较无互人关心的啦，吼，还是讲无人咧注意的问题，这就是咱做服务工作的人爱去做的工作啊。
你若讲啊，这个社会上足侪人拢咧关心，足侪人拢有趣味咧做个工作，不都无欠你嘛？就是因为这个问题无人注意，还是遮个人无人关心，所以较需要咱来做。所以这就是我伫学生时代，我都已经有这个奉献服务的想法。所以我刚刚讲啊，精神病人就是叫社会内底，互人上忽略，甚至互人排斥，无互人重视。哦啊，去用放伫一个黑暗的角落内底，需要关心的对象。第二当然是我个人读医学的这个过程，其实我对这个人文还是社会关怀，我一直真强啦。哦，因为我自细汉我就对文学的物件，还是讲这个社会关心，所以精神科是伫。因为医学本身是实在是一个生物科学啦，还是讲是自然科学的一部分，所以医科拢是用放伫理工，这个组别，无用放伫人文社会。但是医学的内底精神医学算是较有关心人文、关心社会的这个分支啦。因为精神的病，除了有生物医学的基础。有自然科学的这个知识以外，其实对人和人的关系、人和家庭、人和社会的这个关系是真重视。所以你要照顾一个精神病人的时候，不是跟他说药啊，对生理的方面，还是说对他的脑的这个了解，自然科学的知识以外，你对心理学还是社会学，也都要有一些看涉及。所以我感觉精神医学是伫医学内底较有去处理着人文科学还是社会科学的一个范围，所以我也感觉精神科我有处理啦。哦，所以我迄阵咧毕业的时候，我到尾要甲阮爸爸讲，我要做精神科，伊头下有一点仔失望啦。伊想讲吼，你若读医学去毕业，你无去做迄落较热门的吼，但是伊到尾当然也无足强烈甲我反对。所以这点呢，其实我喺反倒转来讲，我真感谢，因为其实我伫高中的时候，我本来是想要去读法律，哦，我感觉讲台湾的社会足无公平，这个社会内底吼充满足侪这种的对弱势的这个欺负啦，还是讲甚至无照顾到这个受冤屈的人。啊，这社会内底强权吼、霸凌，就是我感觉讲，这是一个真无公平的社会。所以我家己足有正义感，我想讲，我要来讨法律，替这些人争取因应该有的权利，也是讲吼，要维护人权。但是我会记得，阮爸爸甲我讲一句话，讲吼，台湾社会无法无天啦，唔是一个法治的社会。啊，这就是因为因的时代。看过二八也好，看过白色恐怖的时代，因知影讲台湾人被日本人统治了，啊，各个国民党政府统治，根本完全无进入一个法治的社会，所以哪有可能什么公平人权？所以伊讲讲你唔通去读法律，你来读法律吼，你到尾要家己的气噶吼做袂落，吼你可能家己这个法律的工作会做袂落，所以伊直讲你都爱去读医学，你都爱去读医学。啊，其实我也捌想过讲，我若无读法律，无我来读文学，哦，因为我有讲到讲我对这个文学啊真趣味吼，嘛真爱看这方面的物件，啊，我嘛爱真爱写作，啊，所以我无来做文学家。我阮爸爸问我讲哦，这若伫台湾社会要做文学家吼，大概你会饿死啦，吼，要靠写作生活大概真困难啦。所以呢，我到尾啊，我也无去读文学。所以我读医学院，并不是讲我一开始就感觉讲哦，医学是我上趣味选择的一个志愿。不过医学院毕业以后呢，我顶多感觉讲啊，好加载。迄阵伊叫我读医学，虽然一开始我无真欢喜，不过读到尾下来，我才发现讲，读医学呢，不但会当救人的性命，佮会当关心一个人啊，伊所拄到的社会。会做些困难的问题，甚至要怎用一个社会制度去解决这个人的病痛，
佫不但是安尼，我发现讲，我做医生，我慢慢放弃我对文学的这个趣味，所以，我后来做医生的过程，我嘛佫去办台湾文艺这个杂志，啊，我嘛熟悉足侪台湾的作家，啊，我家己嘛继续咧写册出版，所以我并无放弃我这个文学的这个兴趣，啊，伫。本来要做法律的这个维护人权，还是讲追求社会公平人权的，我嘛会当继续做，所以我后来有去做人权会的这个会长，啊，甚至我去推动这个二八平反，啊，这就是咧追求台湾社会的一个公义，啊嘛对维护台湾人的人权，所以我发现讲读医学，到尾还佫选择做一个精神科医生。同时呢，我嘛会使兼顾讲，我本来少年的时候，我的理想就是讲，要怎让这个社会较公平，要怎让弱势的人会当得到照顾，啊，甚至呢，伫文学写作的顶端，我唔免放弃。我若唔是读医学，我说不定无法度继续我这个少年的时代的这个愿望和我的热情，所以。这是人生一个真奇妙的一个转折啦吼，所以讲到这就是讲，我想要选择精神科的医生，后来做精神科医生的时候，我想要会当阁继续咧办文学的杂志也好，还是讲去做人权的工作，伫这我想做一个交代。